在国际化社会，国际礼仪是相当重要。未了高中为着让高中二年的学生有良好的姿态和口才，即将邀请国际礼宾青摄影协会和国际名模姚彩颖到学校替学生上课，对了展示好看的姿态嘛，分享如何培养自信。学生嘛在过程中学习展现家己。学生用上课学习到的姿态展现家己。和台下的同学一直拍波啊！未了高中，为着要和高二的学生学习良好的姿态，佮清楚的嘴势，即天邀请国际礼宾青摄影协会理事长童正硕，佮国际明星姚彩颖到学校分享。学生嘛非常认真地在上课。有一些姿势好像有被矫正过来，就是在之后结这個、活动结束之后，也是会持续的。调整自己的姿势，这样很难得。然后我觉得虽然很紧张，但是也很感恩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让我知道自己的仪态可以再调整，然后可以在未来可能可以更好的面对人群。学校教大家仪态，我觉得很新鲜，然后希望我以后可以继续运用这样的仪态，继续那个努力下去。良好的姿态和礼貌不只是大家需要学习的，也透过这次的课程，让大家可以继续保持，让这良善的力量可以推广出去。国际礼仪，然后口语表达跟仪态方面的一些知识跟专业技巧。那我也很高兴，我们协会的姚彩颖老师，他本身是一位国际名模，希望借由他过往的一些经历，可以带给学生在台上，无论是做简报，或者是在一个仪态的展现上面，可以呈现更专业而且多元的一个方向。对于不管是在学的学生也好，或者是社会人士，其实都非常重要的。然后今天我们代表协会其实也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推广这样子的一个亲善的活动，也可以传递更多更多善能量给社会大众。这边不只是让大家当培养自信，调整家己的姿态，也借此提升偏向学生在厝外打拼的竞争力。我觉得可以透过口语表达跟仪态的训练来提升我们的魅力跟气质，那这也是我这次主办的原因。我们怎么样透过内在的口语表达以及外在的一个仪态的一个训练来让我们提升竞争力？对我们偏乡地区，我觉得这是会帮助很大。然后今天刚好校长不在，然后都代理校长，感谢我们的童理事长跟我们的姚老师来到我们这偏乡的地方，然后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我们偏乡的小朋友改天在外面能够跟比较市区能够有点竞争力。希望大家透过这摆分享学习，调整姿态甲嘴势，未来嘛爱继续保持，把家己的自信展现出来。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